在经历啊、或者是在啊、他的表现啊、还有他的好人缘啊、在党内都受到非常大的肯定啊、我相信未来一定有他可以表现啊、或者是就用他啊、长才的一个地方。这一届的整个我们的主题呢叫文化的跟生态的永续联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希望推动的原住民族地区的旅游呢，是要让我们的游客呢来充分了解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，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旅游业者里面很重大的优势。